一起来认字。小朋友，生活里有好多好多的国字，你都认得它吗？某某今天要教你一起来认识国字哦。今天要认识的国字也是和动物有关，我们一起来认识它们吧。兔子，兔子，兔子，兔子。猴子，猴子，猴子，猴子。这是兔子，这是猴子。猴子很调皮，兔子很可爱。小朋友是不是都认识这些国字了呢？日常生活里到处都看得到这些国字哦。下次看到它，要认得它们哦。某某还要教小朋友认识更多更多的国字。我们下次见。